这是一场不可预知的男神之旅。旅行，为什么请我啊？对啊，好奇怪啊。嗯，为什么要找我？去东欧。东欧是什么？一个国家吗？心可真够宽的。我可不这么觉着。无非是体力、脑力、判断力，这几点我都没有。Yeah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胡子拉碴的，这不好。我都不爱旅行，我要你们的心愿呢。我这辈子难道就不能再撒野一次吗？我看啥我都想买，女孩我们就忍了。那男生出去玩还能玩什么？我特别喜欢动物，每顿都得有。肯定要，要不然白去了吧。那你也去了？我没有底线，没有。最好是能够有。你们节目里有这个安排吗？一定要安排呀！这个韩国人太懂我了啊！我听说欧洲的那个农夫长得完全那个心态性那边。嗯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我不想说太多，我怕回头你们节目里知道都是。那也没办法，那就想不叫我会害怕。比如说跟七八个女生相处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和那个女工作人员们在一起。比如说过山车那种不喜欢，精神财富没玩过，重击没有，冲浪怕水，先醉三天，要不你们换人吧，我别去了。花样男神接档花样姐姐，我为什么会参加这么一档节目？因为我红啊。你不知道东欧是什么啊？东欧，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节目是要去哪里啊？东欧啊，是东欧啊，欧洲东欧。哇，我好累。